好，我们到了镇远镖局了哈。感觉这些对话还好。买东西，唐漫天。嗯，好，这边先不配。诸葛雷，诸葛雷应该是小李飞刀里面的。好，一刃闪图纸，找了二。哎，这老二不是之前那个吗？抢了什么？不对，陈宇兄竟然问起那个路人，还真有些古怪。不错，我见过如此多被害之人，你们还是最冷静。哼，刺破都被刺破，还怕你们不成？他妈的，什么乱七八糟！不管了，兄弟们，我们也上。去他的天地良心下了狗眼，什么倒霉！他妈的天地良心，老子做的分明是好事，为何你们要来添乱？那群家伙抢老百姓的货物，老子来替他们讨回公道。你们闹什么闹？但我方才明明听见了你们的老大是个偷天换日的朱月大仙，名头听来可不小啊。那路人若是个小贼，这偷天换日的朱月大仙倒该是个大贼啊。好啊，做贼喊抓贼，本姑娘还不打死你。喂，姑且不论我大哥是谁，老子方才做的还是好事吧？你做的好事与我无关，说出偷天换日捉月大仙的事，罢了，就和你说吧，反正也不违背那老鬼所说的话。老子我离开恶人谷后，左思右想，还是当镖师才舒坦习惯，索性转投镇远镖局。我早知道镇远镖局惹上麻烦，但哪个镖局不是一身麻烦？况且有麻烦的镖局更乐意用这等背景麻烦的人。没想到我第一趟出门就说那副倒了八辈子霉的鬼龙虎图，就给老子碰上 那个大哥。老子根本没看见那幅画怎么到他手中的。我那大哥自称是偷天换日捉月大仙，除了接我的镖，还要我出去上播镇远镖局800000两黄金要被劫的消息。不是让我与咱们局里商量的意思，而是让我说尽全江湖，就是不许局里商量。老子本来拒绝，没想到隔天起来，他居然把我家的东西给偷个精光。老子脾气硬得很，想说偷就偷了吧，我就是不答应。谁知道在隔天起来，老子身上衣服给他偷个精光，甚至我从小的法器也没得踪影。老子这下可急了，钱没了还能赚，道义没了也罢，老婆没了，那就真是没了。结果答应他后，隔天家当、衣服、老婆全都回来。为何是你？老子怎么知道？老子只知道他说，若是有人捉住我，
就和那个人说他在山道上。什么山道？啊，山道就是山道，竟然冲着镇远镖局而来，还不就是镇远镖局晚了那一条？那咱们便往山道去了，往后的事咱们来处理，你就别太担心了。可不是吗？看你可怜，快走！干什么？还不快走？你可是还有话要说。不瞒几位朋友，老子方才在想，难道老子生来就特别倒霉，才在金氏和镇远都栽了个大跟头？还有老子干那些蠢事，可是镇远还敢收我，老子也没脸回去。所以你听说人营庄缺人，想把你的霉运带给咱们庄子里，我没猜错吧？老子倒霉是倒霉，但这些年风雨来风雨去，为了保护那一台还飙车，锻造之术也是勉强能够应付啊。就算不走镖，但你们仁义庄定也还是能派上用场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呢，咱们还有理由拦吗？不错，这也算是个稳当的正经生意。但凭陈宇兄定夺，咱们又不会少条胳膊，还多问个人好使坏，就让他去吧。好，你去仁义庄，那老子先走一步啦。然后山道在这里。我想咱们慢了一步，抢钱眼霸还算如此多人，这是可恨的劫匪。我倒不觉得是他们慢的，而是这贼人偏偏故意劫给咱们看的。无论何者，调查再说。这人身上也没有明显的伤势，有趣有趣。这么多对话，好。哦，这边有个宝箱。好，幸好陈宇兄的药替他止住了血，此计暂无大碍。咱们先往前追。可恶，这家伙是妖怪吧？跟偷天换日、周月大仙和我们说的不一样。哎，真是麻烦。我本以为就刚才几个人，没想到又冒出这么多。是他？您大佐什么戏法？为什么用手指可以夹断那柄金刚铁剑？戏法？你当我是偷天换日坐月大仙，整天寻门开心不成？喂，捣蛋猴精，你现在赶紧给我滚出来，别浪费我的力气啊！哎，看来是死不出来了。既然如此，你们要上赶紧上，最好一起上，省得我还一个一个解决。他妈的，做了一个什么贱兄弟们，咱们上，为了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裤子。那是谁？仁义庄的小兄弟，没想到你也能找到这里。你是谁？你在干嘛？替人寻货。寻货？难道他也是目标？不管，兄弟们，两边一起打。挑眉可以嘲讽。好的，好，不嘲讽，挑眉。哼，挑眉是蛮。刚好去帮他哦。哎，小心那个红衣服的，他会使妖术。哎，你们有完没完？啊，我知道你是谁啊！那只双的双子，那功夫，你是陆小凤，陆小凤啊！
啊，我的腰，我的腿疼啊！头天还的作业大仙在哪？我认识大仙在哪？我们怎么还在这？你们接了什么？大侠，我们根本什么都没拿，我们都是演的啊！演的？哎，打了也打了，我人也都来了，捣蛋猴精，你真的搞这么麻烦？你不自己解释，还要我跟人家解释？啊，算了算了，我后面解释解释吧。棋子认识而已，这家伙没事就会来找我麻烦，你说呢？没办法，虽然我怕麻烦，但这里不要觉得副标头谈半天是我的老朋友，总不能看着老朋友活受罪吧？简单说呢，就是那偷天换日捉月大仙找人散布800,000两的消息，然后又逼这些人来演戏，特别将我引到此处。我有办法，我也不会杵在这，看起来你也没办法吧？没有，好吧，既然找不到他在哪，只好这么办，我们把这些人都埋了吧，把他们埋了，不错，就把这些人给活埋。哼，那捣蛋猴精最讲信用，肯定说过保他们性命无忧之类的话，怎么突然把他们给埋了？我又不信他不出来。大侠，别啊，饶命啊！捣蛋猴精，你还不出来，那我就先抓这个人埋了吧。放一些陆小鸡，不恶心，给我放手！啊，就你啊！真姑奶奶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是我？我刚打架没露破绽。哎呀，原来你在这啊！我可真是不知道、啊，我随手抱一个，就这么想抱到你。少骗人，你肯定知道哪一个是我。没办法，我人就怕麻烦，不用这个方式把你捉住，后面更麻烦呢、啊。你看现在，不过是碰了一下，你就整个人跳开了，说吧，到底有什么事？你明明有100种方法可以找我，为什么非得这样不可？这也不是没办法，我怕你不敢来呀、啊。要么上次较量是个多少年前的事，我用100种方法找你，你便用100种方法躲我。我堂堂偷天换日捉月大仙，居然在上次的蛟龙方阵输给你。你这陆小姐还故意躲着我，故意让我这输家的名头一背就背了10年。不找你麻烦，还找谁麻烦？哎，江湖上喊你偷王之王，你还取什么偷天换日捉月大仙都不害臊？偷皇之王，就是那个以我极为要好，就每次找我麻烦的损友。偷皇之王，司空摘星，那称呼我都听腻了。偷天换日捉月大仙多好，高雅又不失风范，哪像你那个什么四条眉毛的江湖混号？等等，你刚刚做蛟龙翻身，难道是为了比蛟龙翻身而来的？别啊，饶了我吧！上次比到我头晕脑胀，晕了3天3夜才好啊！把你给请来，就不肯带你走了。你想想，这云镖局该怎么办？长半天那事，估计要头疼的很久。也罢，谁怕谁，比就比。我上次可是赢你10转，难不成这次会输？嘿嘿嘿，比一比看不就知道了吗？雷音庄的朋友，怎么样？要不要猜猜看到底谁会赢啊？先问这个。他是翻跟斗的、哦。哎，捣蛋猴精，听到了吧？哎，你会后悔的。一个时辰，哈哈，不可能。雷中的朋友，两个见证人，宣布一下，我们两个转数是多少？陆小凤600转。司空在心680转。按照惯例，输家听赢家的话去完成一件事情。你上次可能让我忘了530条蚯蚓啊！啊，惨了惨了，我就不该和你比。来想想啊，到底要让你做什么了？有了，你叫陈宇是吧？陈宇小弟，仁义庄线下是不是有个案子在追查，并且急缺人手？是。那么仁义庄缺人缺急的。若仁义庄能交上陆兄这个朋友，便再好也不过。
你们这一群人看着我翻跟斗，连个屁都不放一声，此时倒是啰嗦得很。因为小弟曾听闻一句话，请将不如激将。嘿嘿，这句话真是一点也不错。麻烦的是方才给陈宇去做了，根本就瓮中捉鳖。哼哼，好一个瓮中捉鳖啊，陆小凤、陆小鳖，你就去陪人一庄把他们案子查完整，查到底，查好查满查干干净净，还给他们一个朗朗乾坤，再现威名。我偷天换日作为大仙人可好了，没那你就挖蚯蚓啊，怎么这么愁眉苦脸的。孽缘啊孽缘，我服输我服输，我陪他们去调查就是了，行了吧？行，可真太行了，我愿赌服输，所以你约我出来搞这么大出戏也该落幕了吧。你那么快点把你偷的东西还回去，我可还有别的方法治你这猴精，那还不容易。正源那800,000两无聊黄金可还全他们躺在他们标车中，怪你跟孙子一样。至于另一样东西也是无聊，只是张纸画了一些大猫耍蛇，你们要就拿去还了。是那龙虎图，只不知其他的结案是否与兄台有关。你们可有大名鼎鼎的神探陆小凤，你说呢？哎，这猴精虽恼人，但今日劫镖案中就那张龙虎图与这次闹剧身上的手笔，你们若曾调查外头那台镇远镖局啊，镇远镖车便会留心车中分文未失，也未留下怒骂字条。除了这次事件与龙虎图一样，其他结案则是出自同一人之手的系列作。关于此事，侯金，你莫不知道些什么？嗯，这个不好说。那么道亦有道，哪有叫贼查贼的道理？我只告诉你们，龙虎图还真有人本来要偷，被我一小货去偷不成。至于是谁呢？你们才是大名鼎鼎的神探陆小凤，才是探案闻名的人一庄。你们说呢？好了好了，我也可要走了，我还有好几个大案要去干，没空在这里瞎耗。先走一步了。哦，对了，陈宇小老弟，谢谢你的一嫩伞啊。那受伤的镖师原来是你。久闻易容术精妙，只不知竟精妙至此，连周身脉象都能一改。哪天我学了两手，回去细赏我那诡计多端的师傅。老子偷天换日，捉遇大仙，各位信徒，有缘再见啊。摘星象，龙虎图。哎，折腾那么久，那猴精可终于走了，让他拍拍屁股人就溜了，丢着一车黄金在走，又不是叫我自己把他给弄回去，弄台车回去还不麻烦，那长门天道老头这回见了我又岂能让我轻易脱身。哎，走吧陈宇老弟，咱们兵分二路，我去镇远镖局见那麻烦的朋友，你们就快点把这个那幅画他去梅花草堂八钱的梅大那老疯子，带你一窝两头事都成了，回头人一转见。你知道我们的行踪，我知道你们的行动，也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没有，我可没那闲工夫跟踪打探你们。只不过你们要拿那龙虎图的目的实在太过明显，我不啰嗦了，我去找长半天了。你们快动身，陈宇老弟，去查你们的人印庄那个大大的麻烦吧。对了对了，这玩意给你，就当做方才你猜我会胜过那猴精的谢礼吧。但你猜错了，哈哈。人生王王体魄加一，好，走吧，我们差不多到这边。